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。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崩坏新秀铁道的银男终于强势登场了。今天的我，跟以往不太一样。平常六加五都是抽小弟弟我自己的账号，但是这一次我跟我的好兄弟 My Brother，Mr. Linkit 懒猫，我们这次玩了一个特别的玩法。他抽我的，我抽他的，究竟我们会花多少的券来帮对方赢了六加五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各位觉得多少？好啦，我跟懒猫之间，感情这么好，兄弟一把，600搞定好不好？我现在内心其实有点纠结，就是我不知道隔壁发生什么事情。不能嘞！我听说他很缺杰帕德，帮他抽一只杰帕德出来。不能这样子我预估，我帮我的好兄弟，我的那个右手，为了他而存在。600搞定。究竟我们1500会剩多少呢？我先检查一下模型吧，先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没有，所以他现在是没有小宝垫的。来了，各位，紧张哦，兄弟，我力挺你，一人，就跟你们说。兄弟就是两个人感情就是这么的好，大家开开心心的。这边也了是不是？这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们俩，觉得我好像真的是对他有够好，不会一百两只吧？别人的账号，可恶，我那边长怎样？只能说精彩的对决吗？那我听得懂你的意思，代表我们两个人都真正是对方的兄弟。开个盘好了，今天谁帮对方抽比较哦？这个是指谁今天帮对方运气比较好？白痴，我忽然发现一点，你们现在可以爆雷。我78%了，82%，我大概知道我隔壁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完蛋，完蛋！我感觉隔壁应该不太妙，隔壁不太舒服。是怎样啦？赚！兄弟，我知道你喜欢的值，多来一点，我也喜欢。这个游戏才刚开始。我抽是怎样？200抽四只？兄弟，你的铁道怎么看起来很好玩？这个一定是赢狼了，只是看会不会三蛋王而已。我感觉我500内可以搞定的。按照今天这个抽数，这个逻辑。明天还是不是兄弟？我们继续看，一定的啦。我觉得兄弟就是两个人要有难同当，两个人最好几率要一模一样，才有资格被称为兄弟。来喽，紧张了各位兄弟，你要的可爱的银篮，我一定替你花最少的票券拿到最多的银篮。这个小宝不一定，开始怪怪的嘞。三只银狼，然后下个大宝。好啊，为什么他的都这么快？不是，为什么他都不会保底才出啊？他的账号五星率怎么那么舒服？我操，四只了，310四只 ，OK， 进度不错。这就是别人的账号吗？抽到账号很快乐可恶，我想知道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我又不能知道。350抽五只？不对啊，我抽了六只啊，因为我还送他一只大只的。可恶，好想右手点开懒猫的直播，不行。很紧张原来这种玩法这么的刺激。这里精准命中吗？各位，这里能挺兄弟吗？就是这么的挺。你们知道吗？是怎样啊？这个游戏是可以这样玩的吗？还有一只，他的五星什么东西啦？为什么可以是出五星？所以我们最惨就是在80、520满星稳，还歪了三只啊！而且我刚才说最惨的情况下。兄弟，那里是不是两个事情在？怎样啦？还有意思呢？什么东西啊？460只五星一拿满命。
兄弟，快来进 DC 啊！你越久没来，我越紧张啊！兄弟，你快来啊！不要留我一个人在 DC 痴痴的等啊！有没有单抽出最挺的？呼，来去找一下我兄弟了。你好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不夸张的浮夸。我也只能跟你说，我这次真的是抽得很好。我刚有看一篇巴哈的文章，是的，他说抽卡几率一支五星 PU 大概是 93.44 抽，抽满七支要654抽。是的，我在这以下。哦，你在这以下，那听起来不错啊，那你很给力耶。我有一支抽到比较大的。哦，比较大的。那请问你有帮我抽到一个很硬的吗？金毛很硬的，你有帮我帮你抽到那只很硬的，但没有抽到。我还有抽到一只很小的。哦，很小的，那我一定喜欢啦。OK 啦，先不要讨论你剩多少卷，我猜一下，我现在大概是不是剩600张左右？兄弟，我挺你，我最后快出的时候，我单抽按，我单抽按到出625，22，七只银狼，一只白鹿，一只布洛尼亚。一只鸡子，太棒了，就差一个。哎，五七八其实蛮有料的。那你要不要来猜一下，你还有多少卷？我只能跟你说，我目前抽的账号没有到这么夸张，950。那你再高，再高1000，真的假的啦？我只能跟你说，还再高一点。哈？140，没错，兄弟，460抽四只五星七只银狼，哇，460抽，好兄弟耶！我其实一开始很担心，当我听你讲570几，我好像还能接受，比自己抽好。感觉今天怎么样都是兄弟了，感觉光追抽下去也不怕嘞。那光追怎么可能会飞啊？光追很难飞了，光追真的很难飞啦，75发命中力，想不到啦。走起，好，走起，来1040，对不对？等等，回去至少留个800给你了，好不好？622，你现在622，对，你现在1040，等等见。他抽的出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。来，我就问你们，有可能25大于75吗？不可能，没事啊。我这个刚刚抽银狼已经运气这么好了，我这里是完完全全不当金啊。好了啦，各位，一二三到手。第二张到手，我跟你讲，光追就是完全 OK， 好像光追没有抽角色这么帅嘞，抽角色好像比较帅一点。来呢，各位 Mina san， 我跟你讲，我抽光追从不歪，再加上抽兄弟的，我想不到歪的可能性，有料，这就是别人的账号。来了，各位，还是我们这边双蛋黄。我先看他进 DC 了，他还没进 DC， 代表他还在努力。来了，第四张，我们剩最后一张关追了。我觉得我应该可以700内帮他搞定。懒猫要娶我回家了，那我也可以如愿以偿的嫁给他吗？但也要看一下他那边长怎样。如果他那边长得怪怪的，可能就不行了。OK， 来了吗，各位观众？如果这里毕业了，790抽帮他搞定。银狼关追连续命中。我先去 DC 了。他怎么还没有？他是不是故意抽很慢啊？抱歉了，兄弟，我好像没有办法跟他成为兄弟了。我都不知道他是抽很慢还是比较慢抽到啊，还是那个他其实抽完了故意不进 DC 想要吓我。还得是我。还得是你。兄弟，你有点你怎么那么慢啊？你是效果做比较多还是花的比较多？我第一个十连就帮你抽到布洛尼亚的光锥，第一个十连。有料。第一个。那后续呢？ Hello， 后续呢，兄弟？那个麦克风好像出了点问题，我听不到。怎么了？怎么有奇怪的音效？那个音效好像是挂掉的音效，还是我听错了？我这应该是银狼动了手脚。有可能。我这边的这个，我只能说中间有歪过。中间有歪过，那没问题啦。但你刚刚跟我说第一个十连做布洛尼亚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没事的，兄弟。听到了刚刚的 BGM， 我已经知道。没事，兄弟，
我只要问一个，我猜应该还有200张吧。再帮你赚了大概20几抽，那听起来950啊，900966，你怎么抽关追就变这样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抽关追好像怪怪的、欸，兄弟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关追本来就能这样。那你要，我等说你要不要关心一下你了？我觉得既然我都966了，我的怎么样我也不在意了啦。我只能跟你说，我一定是开心的、啊。你看这个音效都出来了，真的耶，好像听到了这个有人在咕噜咕噜耶，好快乐耶。你的下一单我买单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啊，没，哎、欸，那你说呢？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，我要还自己银行了。走，手牵手一起去还我们的银行 ，Go！给新来的观众基本上没有，本台禁止提到米猫。米猫原本是大丸的兄弟，在宜南6+5事件爆发后，已被大丸狠狠地甩到一边去，形同陌路。好的，那这是我跟我好兄弟交换抽银篮，我们是画下了完美的结局。我们兄弟完全没有任何的裂痕产生，他开心，我开心，一辈子的兄弟，完美的结局，括号封锁。